蝈蝈吃什么？蝈蝈是昆虫纲直翅目，中斯科一些大型鸣虫的通称，外形和蝗虫相像，身体草绿色，触角细长，雄虫的前翅互相摩擦，能发出阔阔阔清脆响亮的声音。蝈蝈是杂食性动物，一般以捕食其他昆虫为主，在饥饿时能自相残杀，通常是雌虫吃雄虫较多。另外，蝈蝈吃各种绿色植物外，也会吃瓜果、米饭、豆类、馒头、炸饼等食物。蝈蝈在中国分布很广，与蟋蟀、油葫芦被称为三大鸣虫。它除了作为观赏昆虫饲养外，还可作为害虫天敌，人们可以对它进行合理保护，利用清理害虫。此外，养殖蝈蝈要注意给它营造一个温暖舒适的环境，还要多让它晒太阳，增强抵抗力。